来越多元的世代里面，我们接受讯息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可是事实上在不经意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的语言其实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不断慢慢的消失，可是如何去确保说这些乡音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我相信这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集体的努力。所以再次感谢盛创娱乐今天邀请我过来能够见证张吉安导演带来的这个鼓动新政的这个 MV。